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们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第十届中国围棋龙星战的本赛 B 组第一局的比赛。那么两位棋手呢，是由丁世雄对阵宋荣慧。我们今天请到的讲题嘉宾是王磊老师。王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今天这个龙星战是 B 组的第一盘棋。嗯，那么有一位女棋手参加。啊，龙星战的赛制是不是，是由女子棋手，一共有四位女子棋手参加？对，他也单独开了一个女子组。嗯，要不然的话，可能女子很难出现，是吧？下本赛了啊。对，这龙星赛的赛制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哈，说是分了五个组。然后是按这不同的年龄段进行分组的，或者简单的说吧，就是像柯洁这样的高手是最喜欢这种赛制的，因为他可以高高在上啊，等着别人一盘一盘往上打，他呢只赢很少的几盘就可以拿到冠军，就他可以是最后阶段出场啊。对，王磊老师，您参加龙星战了吗？我参加了，参加的是老头组了，这个暴露了年纪啊。对对对，又也输给了老对手。没有出现，我倒是很想去亲自体验一下，而不是坐在这儿给大家讲棋。龙星战的话是，一共是下几轮比赛？哎呀，这可把我问到了。他好像根据这个人数的不同啊，可能每个组啊参加的人多，可能就赢，也需要多赢点才能出现。人要少的话，可能就少赢几盘就能出现。哦，他的这个赛制完全是根据这个比赛的参赛的情况，哎，对，啊，来进行调整的。丁世雄显然是从这个最难出现的那组出现的。哦，他这个年龄应该是属于是人数最多的那一组。嗯，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们两位的现场比赛的一个画面。嗯，那么左边肯定是宋荣慧，右边是丁世雄。是，宋荣慧。宋荣慧现在也在读书，是一名大学生，她原来也是在这个国家女队待过，也曾经取得过很不错的成绩。嗯，这我们看到这个龙星战啊，是每方十次一分钟读秒吗？三十秒，只要可以过一分钟。哦，是，也是我们快棋比赛啊，就是三十秒过后，你获得了一分钟一次的延时。嗯，丁世雄的话是在国内的比赛成绩怎么样？嗯，他应该属于是偏年轻的选手吧，或者是中间实力的选手，还没有得到过很好的成绩。成绩就、还处在潜伏期啊，还需要突破。哎、对，是的。那我们现在先看这盘棋，这盘棋是由。宋荣慧是执黑，丁世雄是执白。是的，宋荣慧执黑先行。行位。小木。这也是流星布局了。高跳。这个也是 AI 之后出现的吧？在 AI 之前呢，恐怕是很少有人会选择这样的手脚方式。嗯，大多都会大飞手脚或者小飞手脚。稍微大方一点的可能会单关啊，但是二尖高跳是很少见的，是 AI 之后出现的。然后白棋挂角。先挂一个。嗯。黑棋应该会跟着应一个吧。黑棋小飞手脚。小飞。小飞之后，然后白棋也来模仿一个大跳这看来这大家都有共识了啊，手脚就二尖，二尖高跳手脚，就觉得这个二尖高跳的手脚肯定是比小飞手脚以及单关跳稍微好一点，是吗？其实在我看来，这个大家可以忽略不计啊，这手脚的时候你高兴手哪就手哪，你喜欢这个小飞手脚你就小飞手脚，喜欢大飞就大飞，喜欢单关就单关。你要觉得哎，追个潮流，二尖高跳也行。其实这个手脚方式并不影响胜负啊，只不过在 AI 眼里呢，它非得要分出个高低，可能二尖高跳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是，实际上是不必在意。是我们不能被这个 AI 的胜率绑架，它那个胜率的浮动有的时候，它可能浮动十几个点，但实际上在这个局部得失上没有明确的一个。判断，或者可以这样说吧，在如果具有比较明确的指向性的话，AI 如果给出的胜率给你降了十个点，那可能说明你这步棋有问题啊。在五个点左右，那你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来进行选择啊。
所以你像比方说像这种高跳吧，嗯，它的好处是哪里呢？它可对于这个边啊，你看往前比这个大，这比大了一路，哎，又大了一路，更利于掌控边。另外它走在四路呢，对中央作战也是很有好处的啊。它的坏处呢是脚非常空虚，这个白棋黑棋以后将来一点，这很容易就把脚给破是啊，嗯，也是一种下法。对，然后黑棋接下来啊，低架啊，低架，你挂一个，既然脱线了，那他就想对这个子进行攻击。嗯，啊，对这个攻击的方式呢，这个最严厉的手段应该是先尖顶。嗯，哎，等你长，哎，然后再夹击，哎，这是最严厉的。如果能下成这样的话，那黑棋是非常满意的。嗯，是的，但是呢，你像这个也是有一个好处，也它也就有一个坏处吧，啊，你这个把对方给走中的同时，其实它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变强了，啊，这样这两颗呢，对你这一颗，反过来呢，也可以说你这颗呢，又反过来变弱了，嗯，所以说像这种比较严厉的这个下法呢，你应该是在黑棋，比方说这边随便哪地方啊，有或者有星或者有叉有支援的时候，嗯，你把别人走中，哎，再一夹是个好调子。嗯，你像这边是白棋的时候，你要这样夹呢，就显得有点过分了。你要这样走，白棋可能咱俩还不知道谁攻谁呢。是啊，就黑棋如果跳起来，哎，他再这样跳出去，嗯，你看这个局部呢，就白棋变成两个、三个、四个，哎，四打二，那这黑棋是谈不上再攻白了。嗯啊，是，而且白棋这几个子拉出来之后，可能对黑棋之前的这一代也会有一个限制。嗯，对，所以说这个架，这种最厉害的加工手段的时候应用一定要注意场合啊。这边黑棋有接应的时候再尖顶，没接应的时候一般是不下这种尖顶的啊。嗯，一般会这样直接夹击，是一般分寸了，正常分寸。对，王老师，就这个脚当白棋脱先的时候，我们一般可能比较常见的是夹在一间低夹的位置上。嗯，那么这盘棋呢是夹在这儿，就对于这两个夹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这应该我觉得啊，这两个区别不是特别大啊。你不像和这个啊，这个就对这个子呢是压力是最小的，因为你给人家留了一个这个拆一的余地啊，人家随便这样一飞一拆就活了啊。这个和这个呢，同样对这个子的攻击力都是非常强的。就是如果要具体应用而言呢，就是当你这个子你想大吃的时候，你还是走这个比较好，因为你走这个呢，白棋可以走这个，可以给反弃掉。嗯啊，这样这个子你吃起来就等于小了一路，他这边大了一路啊。也要看这个角的配合，实际上，哎，对，这个角如果是黑棋的星位的时候就紧夹，哎，可以考虑紧夹。如果是那边白棋本身有很多很大的势力的时候呢，就远一路，也是限制他的发展，可以这么理解吗？或者是就是仅针对于这种场合吧，嗯，这个我觉得黑棋这步夹就是比较合适的啊。如果你要走这步的话，白棋就不会跑，白棋肯定会这样，这白棋这边，就弃掉了，哎。你围的这边不如白棋围的这边大，嗯。然后白棋实战是小飞手脚啊，脱先，这个脱先了，嗯。啊，这个构造基本上白棋要走都是小飞手脚，嗯啊，这是一个就是基本上已经快定式化的下法吧，嗯啊，因为他走完这个之后，他就产生了这下一步这比较不错的好点，嗯。然后黑棋高拆。啊，那他这个应该是防备这个白棋从这边过来的意思啊。但是你既然是这个，已经是说我把这边价值变小了，那如果你要还往这边走的话，是不是有稍稍有点这个自相矛盾的这种感觉呢？嗯，所以说这个棋如果要是我下的话，我不一定会下在这里。嗯，我可能还是选择这个，还是坚定。哎，对。把这个子彻底的吃住啊，因为你这步棋不是说这个已经让这边白棋不大了嘛，那你应该也不着急去走。如果你要着急走的话，这个结构啊就效率上显得不是特别高，因为你花了两手棋。是。而且这个白棋比方说一旦把这边处理好之后，这个的位置还不是特别好，将来人家这样有一拆一的好点，嗯，就这个黑棋的效率不是很高。哎，这个真正的高效率是什么？你比方说一步到这儿，哎，那是效率比较高。因为白棋如果在局部做活，一定把黑棋撞后。那么在撞后的情况下，黑棋肯定是可以拆在这个位置。但是你现在这个场合走这儿显然是无理啊，是这两个子之间距离太大，人家这将来这一打入，你肯定要受攻击。嗯。嗯，所以说这步棋可以等一手哈，显得稍稍的效率差那么一点点。嗯。嗯，然后白棋是
白棋是逼了一下，逼了这个，他发挥他这步棋的这个作用，这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好点吧。就下一步他这个白棋这个再飞过来，是哎，对那边就形成一个模样了，所以说现在这个黑棋下步这个飞阵也是一个重要的一步。王老师刚才提到说这个地方定式性的下法就是小飞，在这个这样的配置的时候，那如果说直接走在这儿，这都属于是黑棋会有什么样的？对自己力量很自信的人才会这么直接走这儿是吧？人家是会反夹哦，黑就直接就反夹了。人家这样反夹，就夹在这儿。你一逃跑，他这一挂，再一挂，黑棋安定的同时，你自己就飘起来了啊。所以这个都属于是这个，觉得自己力量比较大的时候，可以欺负人啊，这是欺负人的下法。这个本分的呢，还是要小飞手脚、你等一拍之后呢，黑棋这个地方其实走起来也已经没有意思了，因为你这个头比较硬啊。你比方说你要弄过来，人家也不怕你啊。所以是然后白棋再避在这儿。对，然后白棋走到这儿。黑棋这手棋也是必然的一手吧？站在这个位置。这个感觉上是不错的啊，因为你不走的话，你比方说被白棋飞或者跳起来，白棋这边的模样都非常可观啊。如果从这个你控制白棋这边模样的角度呢，这走在这儿是没问题的啊。除此之外呢，也还有先冲这个的下法，这也是非常流行。现在感觉是在 AI 的时代，只要是这个有小飞的地方或者是无有角的地方，这个尖冲是非常常见的一手棋。对是的啊。所以像这样无有角这一尖冲，这个 AI 就认为白棋亏了啊。你无论是怎么，你是上提还是下法，你都亏了。由此引申过来，就是你这个小飞角我也尖冲、因为你这样上提下法之后，你这个角黑棋还有这个入侵的这余地，是还有利用哈、所以这个局部呢，就是走这个呢也是很不错的一步棋啊。这个是稍微偏传统一点。这个宋荣惠嘛，他这个毕竟去上学了啊，他应该是去清华了啊。也对于棋坛可能也略有点、这个、生疏吧。宋荣惠之前是一直都在国家女队，那王老师对他棋风肯定也是非常的了解，您用几句话评价一下他的棋风吧。其实女孩子基本上十个有九个都是喜欢力量型的是吗？对，这个宋荣惠尤其是这样的一种风格。是，我觉得宋荣惠在女棋手的力量当中是非常大的。看来你有过这个对体会是吧？跟他深有体会啊，以前比赛的时候跟他下的还比较多。我觉得可能有一方面原因吧，他小的时候是在月亮老师那里训练，那边很多韩国棋手然后倾向于这个围棋死活方面的训练他小的时候。宋荣惠本身是应该是朝鲜族，是啊，对，所以可能有这个血统里边就战斗这种基因，有这方面的原因。经常喜欢直线进攻，也喜欢吃大龙，对，攻击力很强。如果你要一旦被他给抓住了，那也是很难对付的。是啊，我觉得他跟男棋手下，如果说后半盘，导向了他擅长的这个吃大龙啊、乱战的局面，男棋手也未见得能抵挡得住，力量真的是非常的大。话虽这样说啊，但是据我观察，对男棋手的这个成绩比较好的人呢，他其实的往往他不是靠力量的，是因为你力量再大，你可能比男棋手力量还是要差一点，你跟人家比力量可能不是上策、你像这个于志莹啊，像对这个对男棋手的成绩是比较好的也不是比力量的对，他不是，是比较讲理的这个还是得讲理。这然后白棋尖冲白棋使出这步棋了，是这个定式型呢，是他是毕竟还是在这个一线这个比赛里边活跃的棋手之一吧。白棋使出这步棋了。这个基本上我印象中啊，即便是很多你很看起来很奇怪的这种尖冲啊，只要是你使出来了AI 一般都不给差评，他都是觉得，哎呀，这步棋好啊，你使出来就行，管他什么场合呢。要从这一点咱们这个棋友们也可以借鉴啊，没事你尖冲一把一般都不大错，都不会亏哈，不会亏。可以把它算作是一个标准的下法，黑棋贴。对尖冲呢，一般有这个三种处理方案，一个应该说四种了啊，上贴、下爬，然后这样震，直接攻击，拖先，拖先，
你看最严厉的就是啊，那不行，这一说这不止四种啊，人家又找出来一种，还有五种、啊，五种，这也是有的啊。这个一般来讲，你无论是上贴和下爬呢，都是白棋哎比较满意的这个这个结果。就算这个时候白棋脱先的话，是不是在 AI 的这个认知里面，他觉得也是便宜了？嗯，他交换一下。嗯，我觉得他这个从这个理论上，他为啥便宜了？他应该是就是包含一种这个里外的交换吧。因为相对于这个黑棋这个子呢，白棋这个子是出在外边。嗯，他出在外边呢，他就是对于这个以后的作战呢，指不定啥时候就有用了，或者是正好那边形成争子了。哎，你这。早年在这兼充一下，埋个伏兵，刚好用上了哈。一旦用上的时候呢，心情也是非常畅快。是，嗯，兼充，然后白棋跳，嗯，间接的啊，生援这个子吧，然后顺便再把你那边模样请效一下，就是一种效率很高的。黑棋挖，哎，这就是典型的宋荣慧的风格了啊，跟你揪着你走啊，给你这个展开这个近身肉搏战，白棋打吃，哎，白棋打吃，哎，白棋走到外边，可以黑棋接上，然后白棋小飞，啊，小飞这个，这也是这个棋形非常生动的啊，这个如果补断，好像这样粘是最厚的啊，但是这样下呢，有些时候会效率上差一点啊，但是你要说这个好使嘛，啊，我觉得其实粘一个挺好使的。啊，就是没毛病，这个地方以后就厚了啊，你无论走啥我都不怕了啊。这个小飞呢，看着可能是灵动一点啊，但是可能不一定好长，是，自身还是有断点的。哎，对，你比如这以后人家争子有力，这咔嚓一断啊，或者是外边这种点点你，你可能都是会有一些担心。实战宋荣慧这个地方是拐了一手棋，哎，对，这非常非常厚重的啊，这看到了这种形状，我就想起来。咱们以前的前辈木谷老师啊，木谷老师他就特别喜欢下这种啊，这个我还特地用那个 AI 去测了一下，他跟吴奇岩老师的这十番棋的那特别著名的一局啊，他就是在这击落拐弯，就是这样的样子，就是这样的形状。哦，然后这样爬呀，捡一个，非常的厚重是吧？跳一又摊二，就是那种下法。我以为这是 AI 会给很差的差评。但是后来一看好像也没有说降得很猛啊，就是也还是有价值的啊，也是能接受的。对，就是效率上差一点啊。那这步棋这一个一个真厚。是，但是从这个局部来看的话，不知道 AI 判断是怎么样，感觉上确实是白棋。我认为这个下法呀，这个关键就是在这个空里边是个效率有点低哈。就是如果说啊，这个空黑已经是姓黑了。啊，已经是姓宋了啊，那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如果说白棋走一手，就很容易活出来了，那黑棋这几个一二三四五就效率就低，效率低。那实际上，其实白棋如果说想局部做活的话，也不是那么困难，因为空间比较大。哎，我也感觉是这个棋，像这种一飞飞，这还有碰的余地，其实黑棋想吃住这个白棋也很困难，应该是比较难的。所以王老师这手棋不知道可不可以，不走。感觉过于厚重，其实他比如说走在脚上呢，他走成这样就已经有点重了。如果说这个你比方说吧，他要想走脚里，他这时候可能就可以考虑走脚里。就这个挖也不要挖，挖也别挖了啊！你这个多走一个，你都是里跟人家外的交换，你先见顶。你比方说人家如果长的时候，哎，你再挖。如果你要还下成刚才那个样子，哎。你比方说还像这个样子，你这时候你在贴的时候，这俩交换无疑就便宜了。哎，就是这白棋失去了这个活棋的余地，哎、是可以考虑先尖顶，先等一拍。这个像宋荣慧这样的挖就是有点直线了，这也是他的风格吧？怎么说每一种风格，它有它的优点啊，也有它的这个缺点啊，这个。过于直线呢，在这个场合呢，有点厚，太重了、有点缓，有点缓。是，然后粘上。这一飞，白棋这个姿态是，非常的轻灵，非常轻灵。然后黑棋拐在这儿，拐在这儿。现在这个局部究竟是不是空，就成为这盘棋的关键了啊。
这时候要我下的话，我可能是直接就来了，直接就来了，把他给活了得。很不给面子。嗯，对。就确实是直接来黑棋，也大概也只能建在这儿吧。嗯，建在这儿，其实我这样爬一爬。啊，这棋如果在扳脚上，我再飞一飞，这个我觉得恐怕是下不了。主要是将来把这几黑棋粘上这个双板凳的形状，这个感觉太狭窄了，这个空间。对，双板凳。嗯，子效太低了，有点像你这个睡在这个50厘米的床上的这种感觉，就非常的局促。是，它实战是拆了一个边，拆在这个位置上。哦，走在这里。这个丁世雄非常淡定啊，他觉得这个地方，他的莫非潜台词我解读一下，你来，你走一手你也吃不掉我。莫非是这样，所以他在不急不慌呢，先去、先把这个抢了，抢一个边，这个哦，或者是说他还瞄着这个跨段，莫非是这样解读，因为在我看来这地方已经都已经快火烧眉毛了啊，就赶紧走了，他非常自信啊，是，然后黑棋这个时候打吃在这儿。这几手棋很有意思啊，一个是跳着走，一个是一个挨着走。是，就是那个脚上谁也不动。啊、像王老师说的，他觉得，您觉得这个白棋脚上活棋是火烧眉毛？我觉得迟早得动。那作为黑棋来说呢，也应该加一手，但黑棋也不走，白棋也不走。我觉得白棋的意思应该是你走一手也吃不掉我，要不然的话，我相信他再淡定，他也这个活出来还是大啊。这就有点像气人了，我觉得丁世雄这个啊，有点欺负这个小姑娘的这种意思了啊。哎，你走一手你也吃不了，你走一手我再来活，那你还不如这个上火上大了啊。像这个宋仲辉也是啊，在这步棋其实你比方这边随便走一个啊，应该能吃掉，但是这样的话效率就不高了，人家这样外面震震你啊，这个你走了那么多手才只能围30目的话啊，效率太低了。我们这个常说嘛，这一方控很难赢啊。你要围一方控，那至少得围个50-60目啊，那才是像模像样啊。那只有30目，估计很困难。可能这个丁世雄这个意思啊。但是要是我的话，我还是会先给他破了啊，先活了再说。先把这个这个支票给他兑换了啊，先把这抢券给兑换了。要不然老是担心生病。是，那宋仲辉这手棋打吃在这儿。也是那个地方，也是看你的意思，看你怎么活。不知道这个时候白棋如果说还是飞的话，黑棋能不能硬杀了？我觉得这个什么时候来都得杀了，都得杀了。就是你要这个走了一手之后，你管你啥时候来，我都得杀了。对，杀不掉，估计只有投资了啊！是，对，因为你已经花了太多手术了啊。现在那白棋呢？白棋还淡定吗？小飞，白棋小飞。逼住，哎，真是个人才呀！啊，这个既然这么淡定的下法，他不担心人家走一手，这就全性黑了，全围住了。他这个应该是他觉得他这一步棋有后续，有比较这个厉害的后续手段，所以说他才能这么淡定吧。那他后续手段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高叉二的时候，白棋紧逼在这儿。基本上都有先手的意味儿。那王老师，如果说黑棋脱先的话，里边有什么严厉的手段？哎呀，我刚才也在这想这问题啊。好像有靠在这儿。靠现在应该就不适用了，因为靠是一种这个占点小便宜的这种意思啊。你要现在是不是就得来狠的，直接把它根给夺了啊？那我就这个，我的长是不是这样？首先这个黑棋这个时候不能拐哈。哎，你要拐的话，我应该是我先搬也可以、你还、给你个把这个也先走掉、对，就是这个粘上、这个子正好是、还是有很大的用处啊。这一段是、这脚里头。黑棋显然杀不赢，对，由于有这个子接应，见这里边是一个争吃的形状啊，对，本身你应该也杀不赢，最多能杀个什么怪双活之类的，是啊。那么黑棋这个时候可能也只能粘上啊，这个不能拐下去，不能拐，只能粘，对，你可能只能粘，那这样我就爬过，就爬过，可能是这样，这个子起到了这个夺黑棋根的这个用意吧，你当初好好的这手的一个角被白棋攻起来了。这个出入还是非常大的
啊，这是丁世雄的判断啊。要是我还是会活这个，那边看不清啊、嗯。那个是支票，这个是现金，那个是眼见为实的，对，这个是虚无缥缈的。是啊，那个究竟能供成什么样也不好说。嗯、反正总而言之吧，如果走这个的话，我要是黑棋，我可能我是不是我这地方老是不踏实啊？我这样围一个，这样一数，这块空大概一个四十几。勉勉强强也能够说得过去了啊，他呢？黑棋本手补了一手，补了一个本手。这手棋很难过呀！啊，这手棋等于是被人家给先手便宜了，对，给赌回去了。你刚想出家门溜达溜达，结果说你回去不准出门啊！你给赌回去了，这个不是感觉不是很愉快，不是很舒服，嗯，不是很愉快，嗯。然后白棋。啊，飞在这儿真淡定 啊！这个要论淡定功夫，这个丁世雄绝对是可以的啊、嗯，还不着急。这个地方，这个好几手之前我就着急了啊。是不是对于黑棋来说，嗯，就对于宋仁慧来说，他不知道这个局部下在哪儿最合适。如果下脚上吧，嗯、可能怕白棋外面一腾挪，子效太低、嗯。如果下外面呢，比如白棋就点个脚，如果里边能活出来的话，嗯、他可能觉得。吃的也不是太大，所以对于宋仁慧来说也迟迟没动手、啊。我觉得你的分析很有道理啊，可能是他觉得担心这样，有点脚的时候，哎，这点个脚你怎么活呢？我可能这样全活不出来了，嗯、那我活个小脚你给不给呢？嗯，如果你比方走这个，然后我就尖一下，尖一下，这边飞一个，哎，这个子你看还能起到接应的作用，是啊，没有这个你这还不见得飞得着，嗯，然后，哎，这样这就活了啊，嗯，这活棋是没有问题的。嗯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那解读清楚了。嗯、如果是女棋手棋还是女棋手来解读？对呀、啊，你很了解啊。嗯，如果是这样，那丁世雄下的好呀。他这个地方不掏，反倒比掏好，是就是让你进退两难。哎，而且他这手棋，像刚王老师说的，他其实不光是补这儿，脚上还留着接用的活棋。嗯这不等于是让你这块空，你围小了也不合适，是围大了也不合适，你不围还提心吊胆。是，哎，这个下得好，这个比我直接来掏啊，就是把难题扔给对方。哎，这个比直接来掏你，可能让你更难受。嗯、哎，你围大了也不好，围小了也不好。嗯，这个学到了啊。这黑棋怎么办？这那就说明黑棋这一串的开局下法是很有问题。嗯，啊，这个把自己陷入两难了。嗯，黑棋这个时候。走了这个哦，还是干脆撑着不补。对，敌不动我不动。嗯，但是这步棋这个子，嗯，说大也大，说轻也轻啊，这随时这二楼一滑就可以溜走。嗯，这也算是一种战法吧。那白棋又面临选择了，白棋拆，太有意思了。白棋也不着急，继续贯彻自己的这个。这个用力就看你怎么办，这地方是啊，你围大了我就掏你，围小了我就外边请消。而且双方在这个时候估计情绪上也会被带起来，你不走、那我也不走，你既然觉得不着急、那我也不走，看你怎么下。很注意这个对局的情绪呀，是不是这个女棋手都有普遍的这种特点？会有啊，会有一赌气。对、啊，而且我觉得女棋手跟男棋手下棋的，从心态上会。落下风，因为他觉得男孩子厉害、嗯、所以很容易在选择上会被对方带着走，比如说、他觉得丁世雄在这一带不下、那对于宋仁慧来说，他可能觉得这一带可能确实不该落子、我觉得会有这方面，因为我会有啊、明白了，就是对，会觉得对方就是简单的说厉害，觉得对方下的都是好棋、对方一围空那就不敢去了自己一打入就觉得要死，人家一杀自己觉得自己要完蛋，对，那这个还真是只是一种猜测，我不知道宋仁慧会有没有、我觉得有道理啊，有道理，就是信心不足的时候呢、嗯、往往会产生这种情况啊。那怎么办呢？这个棋总是要下的，黑棋还是没走，还是尖了这个哦，嗯，尖这个把这个子吃住，那价值也是不小的，嗯，也挺大的、也挺大的，嗯，那现在局面现在应该是得走这儿了吧，已经没处可下了，这个边儿也走了、这个边儿也走了，是该走的都走了、白棋飞脚，哦，还是选择了飞脚最狠的这个活棋方式。那同样如此啊、这个局部黑棋如果被白棋这样活了，这五六七八九个子数目数跟白棋差不多啊，
那样的话全盘就剩那一块空了，跟白棋这两条边比估计是不行，就很难去抗衡哈，在实地上。对，那所以说这个现在这胜负的关键还是这个局部的死活问题。对于黑棋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这个尖是不能考虑的。哎呀，这个被活了不能考虑。对，如果你要尖，我这一爬，你要一扳，我这挤还是先手，这个咱们前面摆了，这一飞这个效率太低了哈。一挡，我这一贴，这一长，我这挤一个，这一会儿就快先手活了。是，这不光活了，还把木数都活出来了。活的，活的是一个小贴木来。所以说黑棋尖是不能尖的。那这个时候要我下的话，我脑袋都大了，这个棋我都不知道走哪儿了。那不尖你也不能被别人尖。孙文慧实战是飞在这儿。哇天哪，这个胆子是非常的大。这是要不脚也不要了啊。这个我觉得太吓人了。如果是白棋飞的时候黑棋只能飞这个，那我看他还是宁可就这样补一个吧。虽然小但也是木呀。是不是？这个如果说被白棋活出来，这个棋估计是很艰难了。那我们看他除了这个飞这个，难道他就已经觉得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们替他想想办法吧。你比方说，我说我先靠会不会好一点？靠白棋，冲、冲，我这样再加，黑棋白棋粘上，这样的刚才是，你这样爬的。刚才是这样的形状。那现在呢，我通过靠呢，这个使你这个缩了一路。我这等于是你这没有爬到，你的眼位会不会少一点？你比方说啊，还是这样。哦，不行，我看出来了，这样他走这个他也活了。这样他虽然走这个不行，但是走这个也活了。那你这样也不行。那就是说下成这样的时候一飞，白棋也活了。也很难吃啊。那这个抗也不行，怪不得这个宋仁厚会使出这个很吓人的一步，在这儿很吓人的一步，这个飞过来。然后白棋尖。哇，这个实在是看着不像死的样子。那就现在只能跳了。对，黑棋跳，要不然白棋一飞就活了。然后白棋冲了一下，然后黑棋退，白棋挡，白棋再打。哇，这个空间很大呀。然后那现在要他只能跳了。对，这个宋慧是要吃吗？吃的话好像，哎呀，这个不吃这样下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是要吃的。只不过可能这伙食不太好吃啊。这个尖吧，对，白棋尖，这个下步一抠吃似乎已经就差不多活了。这怎么办呢？对，白棋这个时候黑棋这个时候如果粘的话，那我这一飞就出去了。你要这边有个子儿的话还行，这没子儿的话这一飞，这你显然是封不住。这一跳是这已经跑了，这个白棋扬长而去。那宋仁慧下到这儿的时候有点落空了，他在冒汗啊，估计在冒汗。是这个时候白棋这个尖是好棋，对，要你这个 A 和 B 已经见合了。是，所以下到这儿的时候呢，宋仁慧局部他选择了脱先。哦，那是他没有再继续下了。这不是说巧妙的脱先啊，是痛苦跟无可奈何的脱先啊，就是杀不掉了。那我们说这不尖恐怕是有大疑问了。这不尖，就那个地方其实还是像王老师说的，还得补棋。你哪怕就这样走一个，你现在也能继续下去了。是，或者守个角。胆子小点就守个角，胆子大点飞一个。总而言之还是得走，因为被白棋一手活成这样，那我们看当初黑棋这一片真没目了啊，真的是。那这手棋的价值估计得在30目以上，远大于那步棋啊。那步尖估计是应该是，如果说这个局部就活了的话，那说它是败招也不过分。黑棋实战是在这个地方投石问路啊，这个很无奈了，因为你套人家这个，人家是不怕的，因为本来也没有指望，这地方会成为空啊，那白棋就走走后就行了，压住啊，压住，然后黑棋长，白棋拐住，拐住，要我的话，我都可能就接住了，来点厚实的，算了啊，拐住的话，白棋我估计黑棋是想搅和，黑棋冲断要搅，他要简单的活个角不能够。因为这个地方被套之后，
这个时空的平衡已经被打破了啊。现在黑棋要没点这个严厉的手段，普通的走走是应该是不够的。对，实战黑棋是选择了冲断，就可能这跟这边也好像也离得有点远，有点远啊，这个鞭长莫及啊，这个棋啊，就是在局部来说，黑棋这个冲断是不成立的。就在这个局部来说，那么孙辉选择这个冲断，实际上他是想通过这边的作战蔓延到这里，想着有些借用，很想吃这个，但是我都替他担心啊，你要这边损太多了，这个我给你吃了，你估计也不行了，因为这就是这个为一方控的这个比较难过的地方，就你这一方控是你大本营老巢，你不能被人家给端了，人家来就是像这个啊观光旅游，观光旅游不但是观光旅游，还是公费的旅游。是，人家来，哎，你活吃了我就吃了我吧，我也不心疼啊。你要活了，那就大赚。是，因为本来就是你自己，就是你的地盘。哎，对，然后黑棋搬在脚上。这个杀气显然是黑棋不够的啊。再搬这个，这个是有啥妙用啊？也都看不出来了。这个，两班长一气。他可能搬完之后，两班长一气，长完之后呢，估计他可能想打这个。哇，这个还是你比较了解啊。这个我猜测啊，直接压，因为没有这个班的话，直接就被吃死了啊。两个班长一气，是不是这边？我觉得有道理啊。这样我拐吃的时候，然后我再立。你再立，这样这就打扰他的目的了。然后你要假设这样的话，然后你再这样收收气。对，然后在这边动手，再吃这边。有道理，有道理。当然，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看到丁世雄实战，他是没有搬，他就直接单退了一个。那如果是这样，早知道你粘上就得了嘛，何必呢？是不是啊？给对方一点念想啊。单长啊，单长，这样这个你这边没有接用，确保这儿的安全。现在这个是比较关键啊，白棋只要确保这个不死，黑棋就是很困难的局面。那他的阴谋被识破了，怎么办呢？然后黑棋继续爬。哎呦！这个继续爬呀，我以为他就怎么着就算了，是啊，或者粘这个，这个也很吓人啊。这个就是宋荣慧依然没有放弃，想把这块棋搅到这块棋里面去。这个我这一路打一个黑棋是这也粘不上，哪也粘不上呢，怎么办？打吃黑棋，他是不是想粘？哦，你粘继续扛在这儿。那我这两个打吃已经很便宜了，我再搬搬。这个我估计黑棋不行了，黑棋，然后再搬下面，这我就粘粘这我这脚里已经活了，这是干什么？这个宋荣辉这个爬估计有点着急，有点着急，是因为这个比赛赛制也是快棋嘛，这个10次30秒，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还是你说的，就是他可能信心不太足，他老想着给你来个一锤子买卖，吃你一块啊，觉得要下到后来可能自己总是要输，就从功力上来说可能这个比不上这个丁世雄，但是其实有些时候的信心都是你这个自己吓唬自己的啊，你对方也没那么，你要别把对方想那么厉害，对方不也得是做出两眼才能活棋嘛，是不是？对啊，棋也是一手一手下的，下一手我下一手。你慢慢下，可能下着下着对方也会着急，你到时候机会反倒比这样主动这个冲出来要来的大一点。像这样这个下法，有点勉强，有点勉强。然后白棋搬啊，白棋先搬，先搬也是绝对先手啊。黑棋搬下面，搬下边，哇天哪！哦，丁世雄觉得就直接就可以了，那这个要成立，那这个爬就属于乱来了啊，就是不成立乱来了就。就这个断了，就这个地方，如果黑棋亏损过多，白棋这块气了，就像刚王老说的，也可以啊。对啊，这个所以白棋这个这个棋我没有看错吧？这个棋拐下来之后，黑棋还不仅仅是要这个要吃这个的问题，黑棋还不能这个也五个也不能死啊，因为当初黑棋的立场是进来打入的，就黑棋都得要这个难度。我看不出来如何两全了，吃这三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想吃住这三个同时把这边也救活，我觉得属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黑棋士这个时候
弯。哦，弯这个，瞄着这个，那这个白棋应该会打八吧？嗯，白棋打。嗯，这个只能粘上。对，没有。啊，这个不粘了。嗯，他搬了一个这个，宋荣惠搬了。哦、这个宋荣惠估计他的棋有点生了啊，这个、这个被白棋抓起来，估计是下不动了。这个棋，这个损失太大了。当初白棋这三手棋，这边完全不是目。嗯，但是下成这个样子的时候，这已经有已经有30目了。嗯，这个你吃的这边，这人家一打吃，将来一拐，这一打吃还能跑呢。嗯，这个这个实际上这个地方黑棋粘的话，白棋是不是也会提？我觉得这个就无论走什么，你都得先粘了再说。就是哪怕你再死了啊、就是像我们常说的嘛，别给对手一手提净啊，你得。哪怕多死一个、啊，就制造点味道出来。对对对、也要制造点味道出来。对，这个时候白棋可能大概还是提。你比方说吧，就咱们就用这个场合，这个局面做例子啊。我们先看看这样的情况，提，我们先把它拿起来吧，看得更清楚一点。白棋是这样的，你将来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全是后手啊，如铁皮一样这个后手。嗯。啊，那我们看看啊，白棋呢，黑棋别。被你提进，我们先粘上，啊，你粘上之后，我觉得他可能是认为啊，黑棋白棋不会提，要不然宋荣惠去就算是去读书，也不至于是出现这样的这个问题啊。他觉得如果你要提啊，我们看那，你再吃，我们跟刚才比那是天壤之别了，你至少的就是这多出来一个先手，刚才你是走七八个都是后手，现在你眼见的只有这一点就是先手，啊，这个便宜也是非常大。还有将来还有小官子手，啊，所以我觉得啊，这宋荣惠可能是担心他粘不到，粘不到的话，白棋会走什么呢？挡这个，担心你把这三个吃掉，这可能这是你的这个解读啊，这个，但是我觉得这样，我可能会这样，是不是把你这三个给吃了，形成转换，这样好。如果你要这样，你现在这个不能跑不出去了，是这个被靠死了，就顶死了。白棋、一人吃三。然后如果你要搬这个的话，那我这赶紧提一把还是先手？这样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转换吧。虽然好像是黑棋也不便宜，但是毕竟你吃了三个，吃了四个，白棋也吃了三四个。也能打成一个勉强打成一个平手吧。这无论怎么样，估计黑棋只有这样下了。是啊，无论是接下来是怎么样，这个都得先粘了再说啊。粘到难道他担心直接搬？走这个的话，这个角里头是不是已经就挺有妙味了？这个角里头。你看，如果说你要挡的话，我打吃就一打一掰，对，白就死掉了。白，所以你不能挡。那你要来个妙的呢？我冲，走，做眼，哎，做眼是关键。你要一打的话，这一打吃就成劫了。嗯，做眼呢，先手双活，啊，哎，不对呀、你这个还立不着呢。是，你要立着的话，那先手双活。嗯，但是你要立不着，你立的时候人家点，你接圆。现在立不着，你立人家不走这个，人直接给你吃了。这个地方白棋脚上已经死了，被提的时候，那就是说这个形状，白棋这个已经死了，啊，那这个粘的话，这不岂不是很美啊？啊，粘的话，你要不走这个，要不走这个，那就更可以说明这个粘是必须的。是，搬这个估计是，只能说宋荣惠这个有点生疏了啊，棋太生了。但是他棋生他怎么出现的呢？这又不是邀请赛制啊，他是也赢了好几个这个女子棋手，从女子组出现的。那这就得应用到你的理论了。他可能和女子棋手下的时候呢，信心满满啊，一旦和男的下的时候，自己就觉得可能要不敌啊，要输，就心态上处于下风。所以说也搞得这个进退失计吧。像这种这个必须得粘了再说呀。这个搬这个被一提起来，估计这个棋是没法下了。这个提起来太厉害了，直接就全都实际化了。
或者是孙淑慧认为多了这一个子，多了这一个子已经可以动手杀这个了。是孙淑慧实战就是来了。但是我认为就是他的判断是不对的啊，就算你现在把这个吃了也弥补不回来这边的损失啊，因为白棋这边这还有借用啊，嗯，白棋还有这个借用，这一拐，嗯，你只能堵住，我一打吃，如果说你要是沾上这被蒸了，你要打吃这个的话，我本身一提完我已经可以吃这个，嗯，且不论这边还有借用好多的先手，是啊，好多的先手借用。这个时候孙荣慧粘到了这里，哦，粘到了这里，他准备动手了，这块棋、准备动手了，开始吃了。这个地方这一夹，这个味儿也是非常不好。嗯，啊，这个白棋已经是转身余地很多了啊，白棋我估计会先考验考验你，打吃一个。是，白棋打吃了一下。嗯，你粘吗？嗯嗯，啊，实粘没有粘。你还难受呢，你粘这个也没有用。嗯，但是你不粘这。被白棋一点一点的蚕食哦，也难受。可惜实战是打在了这儿，啊，气了，打在这儿。这盘棋，这个孙荣慧发挥的有问题、啊，有失常。这个这样已经死了。如果粘这个的话，人家要吃你还得动一番脑筋啊。人家这样的话，这一题已经死了，连气都不用收，你力我还可以圆在这儿。但是已经二十目来了，嗯。二十目加三十目，哇，这白棋已经得五十目了。你这个吃人家，本来就可能就算是你的。哦，这个，我觉得怎么着也得先站上再说吧。嗯，你比方说啊，如果说白棋还是想吃这个的话，嗯，啊，那只能这样提一个，哎，再挡这个，只能这样下。那这样下，白棋黑棋厚多了呀。啊，白棋的目数十一目。白棋的目数只长了几目棋，还少了一目白棋。嗯，白棋你打这个，这样能收气势啊？对，人家十二目，现在十一目，目数就便宜一目。这个厚薄呢，这也是一二白多两个子，那这个比好多了。是，而且这样的话，黑棋局部应该可以脱先了，不用再加一手去吃白棋。那这白花对实战的话，还得再加一手。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白棋他应该宋荣慧也应该不会担心这个、啊、他可能是担心白棋有其他厉害的手段。嗯、比方说是不是担心这样加，这你只能冲吧。嗯，我再冲你还只能长，我再冲下一步要扳死你了，就还是只能长。哎，还是长。那这时候这边有没有点什么变化呢？我们假设摆一摆啊，随便假设一下。然后黑棋后，哎，我打吃，还是打这个？哎，打提掉，打吃，多了这个子了，有没有可能这样？打吃，哎，再打吃，你这厚的跟什么似的，是吧？你这没劫财啊，你只能接上，还只能接上，哎，是不是这样？不入气，扑不死我。这样这吃的就太大了啊！这你的目数就全被卷光了。是，而且黑棋这个地方还是得再加一手，还只能立啊。对啊，把这直接度过了，还只能立啊，只能立。白棋还可以往外再钻拱一拱。哎呦，这个棋，黑棋确实也不行啊，黑棋也不行。那可能是宋荣慧看到了这个，是啊，看到了这个，这边味道确实太差了。所以这个人家都不敢沾了。哦，这个太难过了。打吃的时候，那可见这个当初这个失误实在是太厉害了，嗯，太厉害了。这一切都是因为白棋这边变成铁之后产生的这个各种下法。黑棋打，立，那这肯定会圆桌。嗯，哇，白棋这个角越看越大呀，啊，而且这个都是白来的，啊。嗯，黑棋这个就像我们说的，你可以想成本来就是黑的嘛，这本来就应该是黑的呀。白棋都已经外面抢了那么多手，那一是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三十一，已经四十几目棋了，五十目，不算那个角跟这个子的配合至少有十五目啊，那已经有六十五目朝上，还不算潜力了。嗯，黑棋呢，五十，十五，十六，二十六，而且二九，三十，四十。最多四十五目，
再加那个25目，黑棋目数就已经不够了，不够了，是。而且白棋这个潜力都没算啊，白棋算的都是最基本的空，嗯，像这种万一给你暴动出来的可能性也没算，是。那这个棋已经大差了，很难下了哈，嗯，已经这个黑棋大差了，是，嗯。孙荣辉这种棋撑的还是非常的满，嗯，撑在了这儿，他实在是不想着再被你一断，又两个又吃了。家里就剩这点东西了，也不能再被你多。但这个里边感觉味道也是很多，这个、很坏。这老是有三个先手啊。嗯，那实战丁世雄就直接来了，就下在了刚刚王老师摆的这个位置上啊。这个就靠进来了，下在哪里都可以啊。嗯、这个地方，你看这先手、啊、都是先手啊。这个，这时候就是这个下围棋最快乐的时候了啊。这个非常开心，你想下哪啪一下，就凭着感觉下就行。哎、嗯，对方还特别难受啊。嗯。挑起单，哦，这急了，这是意识到不能再退了。嗯，但是这个能成吗？啊、嗯，我这表示严重表示怀疑。嗯，对，反扳，瞄着还是这个断，还有这个夹。哎呀，这个头大的不得了啊、嗯嗯！感觉四处这个受压迫。对呀、啊，这时候可能是读秒在那读了1、2、3、4、5、6、7、8，都快超时了，也不知道下哪。是。这个作为黑棋来说，前边肯定用是用了很多，因为黑棋前面下的比较苦。嗯，啊，这个我看可能只能这样算了。是，实战就是这样打吃，弃掉得了。嗯，然后白棋粘就、黑棋就一贴。啊，对，这那两个子就给了。你一直想保的两个还是没保住啊？嗯，打吃这个吗？没有，黑棋白棋争了一个先手。啊、这那就还是这个。这三下这一冲，这还有棋，是，嗯，这个厉害，所以黑棋又补了一个。黑棋怎么补呢？虎在这里，敢补虎在这儿吗？嗯，虎在这儿。那虎在这儿，这个断还是先手喽？嗯，啊，难过，非常难过，被压缩的很惨啊！白棋接下来尖了这里，啊，尖了这里，因为这个厚啊，我们说为啥要下厚呢？就是厚的好处就是一直都会体现。嗯，那这个棋，白棋尖到这儿都能。沾上这边的光啊，这边厚都是会有好处的。嗯、是，这个显然是急了啊！一般来讲，人家这么厚的地方，你恐怕得离得远点儿，远点儿。嗯啊，这个厚了还这样来，估计孙荣辉也意识到了现在这个形势的不妙。现在刚才我们大家给稍微判断了一下形势啊，就白棋不算潜力，黑棋控都是不够的。啊，要交换成目数，我觉得至少白棋有10目的优势。是，嗯，这个白棋这么厚，肯定是不会被你欺负的。这白棋应该会反击了。嗯、白棋是搬的这边，哦、搬的这边，把你往后的地方赶啊、嗯。这个棋理也很清楚啊。嗯。黑棋连扳。哦，还敢连扳啊？那、嗯、白棋。生气了吧？白棋是白棋要生气了，白棋下的非常强硬，嗯、打吃完之后再打上面。对呀、啊，这个后不是吃素的，而且这个棋白棋劫财还觉得有利啊。嗯、这死了棋的好处就是劫财多。是白棋这个段好像也是先手啊？是吗？我要不然受不了啊！要不然点你点我服肯定是不理你的啊、嗯哦！这受不了、哦、这个啊，这要是还被你。这个段我就已经很难过了，你还要这个段是先手，那我怎么忍啊？是忍不了了，嗯。所以白棋吃了这，这个正常感觉也得长啊，这个都是属于死了都得长的感觉，嗯，然后再说吧。嗯，没有黑棋没有长，这个不长，嗯，就这个地方是不是王老师有点像那个地方？就怎么样死了，你得不然不能让别人提那么干净。是的，是一个意思。这个为什么不长呢？他长怕什么呢？长，我估计又得你来解读了。我已经看不懂了。就是作战的话，因为打一下，肯定是白棋肯定是怕一下被蒸死。嗯。然后呢，他打完之后估计就粘下面吧。啊，你粘下面我就算了。然后他就跑。啊，对，我就把你这边这个吃了，扔了就算了，我也算有点收获呀。是，那这边是否是担心这边
目数太大。这个我感觉白棋也没什么便宜，因为你本来就厚的跟铁似的，你现在黑棋把这个争了之后，你比方说这边围一块，那个还是也是有收获的哈、哎、这一带把那边自己薄的地方围出一块空来，我们说厚的地方最好不要围空啊。那同样反过来讲，就是薄的地方要能围出空，那是非常好的事情。是这个黑棋方向应该没问题，就是这样可能不够啊，但是棋也得这样下。这个不长，这个那是我已经无话可讲了，有点这个不长的那就是吃这个哦，是吃，他是吃的这个，但是你现在劫财也不利啊、你敢打吗？没有，他打了这儿，估计对于宋慧来说、可能也是在读秒声的催促当中，不是这个有点这个他的感觉现在很有问题了，现在啊、这宋仲慧已经乱了哈、这个时候去上学对他的这个竞技状态还是有影响的，他这个感觉不对啊、这个就算这能活，这个也抵消不了这个价值，你比方说吧，你现在辛辛苦苦活了之后，白姐可能这个很轻松就能反活一块，因为这个变成铁，就铁后是吧、你这个你白棋黑棋如果压住、对我这样飞，就挡，只能挡尖，这很轻松就能活一块了，你看我们随便一摆就能活一块，就是这个后的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中府开花三十目嘛，它的这个影响非常大。对呀、这个。宋仲慧这个理解是有问题的啊，特别是这种还不能打上去。如果说啊，你这种棋能把别人打的只有粘上，哎，你那还可以啊。我认为他能考虑啊，这样让人家开一朵花，你还能把这个花再给掰几朵下来啊，这个还行，还能找点面子和安慰。这样我估计受不了这个棋。然后白棋打。啊，打。打这儿。踢完之后再打，白棋仗着劫财有利也是可以是。就那个地方是个劫库，无穷无尽的劫财，为所欲为。这个黑棋被欺负的太惨了，这个会哭鼻子吗？这个宋仲慧应该会。这个你有没有被这个下的这么惨的时候会哭的这种经历呢？小的时候可能有。就是你年纪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我觉得要哭就是这时候了，这个太惨了，这个时候。不，宋仲慧在我印象当中，他比赛哭鼻子的这个比较多。哦，是吗？他比较多。那可能是比较感性的一个棋手了啊。这个时候估计要哭就可以开始了啊，这个有点惨。怎么办呢？这劫也不敢开。逃命，跳！哎呦，这都是铁皮哟、走一手也活不了。就是可能现在对于宋仲慧来说，他内心也许已经放弃了这盘棋、内心是崩溃的，对，内心已经很崩溃了，到处是被气压、被压缩。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下完之后，估计丁师兄得请他吃饭，好好安慰安慰。这是，这下手太狠了。是。这个地方可能不往下走的话，如果是往上飞，不知道丁世雄是往上飞会不会吃？我也不用吃你，我这一跳先来点木，还躲着眼。这个也太美了点了，这是。你看你这个还是没活。然后就可以像你说的这样，我断了你，爱理不理，我这总有一手价值啊。你这不知道找谁去了，这都。估计是怕这个啊。但是其实按照我的感觉啊，就算怕恐怕也得走这个，比走这儿强，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不毛之地啊，是沙漠地带。你在这儿走棋对白棋一点点影响没有啊，你再走好几个都没影响，而且你走完这个也不活呀，也没活，也还是活不了，主要是局部没有活，如果依靠打劫活的话基本上跟死了一样，因为那边是个劫库，劫无敌。这时候应该丁世雄处在一种不会的状态啊，他可能想到，哎，今天抽个女棋手啊，这签不错，但是他也想不到这个会好成这样，这个速胜啊，这种局面的优势啊，对于这个职业棋手之间的交锋来讲，是属于很少出现的，就是可能会赢啊，但是不会是优势大到现在都不知道下哪儿了，现在是。我要是白棋，我都不会了，真不会了，不知道下哪儿。吃也行，不吃也行，收官也行。是的，是的。那他走哪了呢？实战白棋是选择了跳了一个，跳在上面。这步棋的意思就是说，你这儿活吧，打劫活。
去看看怎么样，先把你封进来。是，然后白棋黑棋虎上面啊，那白棋肯定要打了。嗯，这一看不出两只眼。嗯，估计还是白棋冲，估计还是得去打劫。嗯，挡住。哇，哎，哎呦，这个难过呀。啊，这步棋同样也是，这是死是活还搞不清楚，但是已经是很屈辱了，就好像这个棋下出来就很难受。对，你好，看着就很难受。对，你好像是，哎呀，饶了我吧，饶了我吧，人家还没说饶不饶你呢，但是你这个就是已经惨得不得了了，已经把你家的宝贝全都交出去了，人家还没说饶不饶你呢，就是。是这个。我要是丁世行的话，我现在都有点怜香惜玉了啊，就算了吧，啊、这，对吧？你看下点收收官算了。嗯，也长得也蛮可爱的，是不是啊？咱们是不是就别那么狠了啊？咱们就走点这种，这个就把这个活了就算了。这边活了也挺狠的啊。是啊，王老师，您这个我感觉比那个还狠。是啊，最大的空想给人家，这不是最大的空，但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空想套掉。对啊，但是这边这么厚啊，你难免会想着在那儿动点文章啊，那是。丁世雄实战是并没有怜香惜玉，他选择了继续吃棋。靠在这个位置上是吗？这个丁世雄去年也在队里边训练啊，今年不在了啊。我印象中还是一个很懂礼貌的孩子啊，这个表现真的挺好的，这么凶啊，这是。对，可能在棋盘在胜负面前就不一样了啊。但是他这步确实是一个杀棋的要点，因为要不走的话，你比方说你这样对病就活了，一病两只眼睛活了啊。或者说先把这个先下着，看看黑棋怎么下。这个太合理，然后我这要不然你先提个劫也还行啊，对吧？提个劫也挺好的。提劫黑棋可能活了。你哎呦是吗？就打。看来你这平时死活题做的很多吧？死活功你还可以哈。或者是是不是你也老给别人出题啊？这样是打劫活。哦，这打还是打劫活、哦？你会不会有连环劫、哦？对，两个劫一做。对，打先打一下。啊、哦，估计不行。你要做这个再做，我这个劫可以让你提。打吃白就粘上。白就粘上、还是结果。嗯，你所以说我这个不杀你，你都很难活，更何况这丁世雄还来杀你了，这。嗯，这个，然后宋慧开劫，急了，他发现了这个自己做，怎么也做不活了，你比方你走这人一掰就回来了，你看这个靠也是要点，是自己做不活了，所以他就主动开劫了。是。那我想请问这儿怎么办？劫库哈，人家这有一个劫库怎么办？这个下得很苦啊，太苦了，这个棋，这个要碰到这个一些这个可能不那么顽强的人，可能直接就投子的可能性，我觉得也是很大的。是，我觉得宋文慧今天可能当然从实力上来说的话，可能丁世雄要略胜一筹，但是从心态、从发挥上，宋文慧还是有点发挥失常。对，实力上没差那么多。尤其从刚开始的时候，感觉有点。缩手缩脚，就这边下了太多手术，有点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的感觉。现在这个棋，我甚至都在想，我，白棋这个停一手形势如何？因为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啊，这个顾子豪跟连笑在下棋圣战的时候、应该是去年的事儿了，这个顾子豪这优势一度大到就是类似于这种情况，然后我们棋连笑还在苦苦支撑。然后棋也没什么看头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开始在探讨吧，就是说，这个棋顾子豪停一手怎么样？我们试试吧，用 AI 来判断一下啊。那时候旁边有个 AI 啊，然后我们就哗给，那时候轮顾子豪下嘛，嘣，让他往那个单关的地方走一个，然后啪一点，然后问AI 形势现在怎么样？AI 咕咕咕，经过30秒的计算，一看我们傻了。顾子豪停了一手，他胜利还有80%多，哇、哦，那个棋的优势你想想有多大？非常大。对，停了一手，还有胜利有80%多。但是呢，那盘棋，顾子豪没有停一手，是一手一手走下去，走到最后他输了。他输了。那个盘棋这个，顾子豪输的也是非常伤心啊，真是。我记得去年好像有一个比赛是景山裕泰。
也是有一盘棋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在中盘的时候非常优势，然后 AI 也判断他如果不下什么都不下，那盘棋他胜率也非常高。嗯，但是呢他就偏偏下在了把局面捣乱的那个点上，让人家有机可乘，然后局面就开始变乱了。啊，做了间谍是不是？对，就比如说人家可能想分段的，他直接粘上就好，然后或者不下都行，他帮对方对付自己啊。然后他是帮对方把局面下得越来越乱，后来他输，对，后来输掉了。啊，那这个棋都是属于是不可思议的啊，这种棋等于说帮对方去下。嗯，但景山我觉得他的这个实力是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是非常强的一名棋手啊。嗯，他也会出现这种事情，也是非常这个意外的啊。是，可能是在优势的时候，还是有松懈，有松懈的感觉。对，也指不定是他因为注意力太集中了。嗯，因为我看啊，从科学上来讲，就是在普通的人，大概就是属于是进入一种深度学习的这种状态啊。嗯，大概是能保持一个小时的样子。嗯，啊，专家呢可能能保持这么3到4个小时的样子，但是作为我们棋手，可能是这个职业有点特殊啊。嗯，经常这双方这一下，可能如果是。每方3个小时，可能高度的保持6、7个小时的状态，要下一天。嗯，这身为这个我们人呢，可能多少这个脑力会有点跟不上，嗯，可能会出一些这种状况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脑力不足的啊，会出犯一些低级错误，就像柯洁跟朴廷桓的那两盘棋一样，加起来输了100多万是吧？100多万就没了。是啊，就在棋迷朋友看来，觉得那样的错误。都很难出现，就对于业余棋手来说很难出现。对，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柯洁还连犯2次。你说，我想起来，正好我是在用这个人工智能在这个讲解做助手。嗯，当时我说啊，这个决议给出的这个柯洁的胜率啊，已经99.9999999%无限接近于100%了。嗯，啊，因为 AI 它胜率很少，就是100%啊，就等对方认输了啊。对，我已经宣布了这个棋柯洁已经获胜了。结果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就一招之后，然后 AI 反过来了，那个朴廷桓的胜率是无限接近于100%了，就这一招之间，是贺岁杯那盘棋哈，就是柯洁就是自扇嘴那个，对对对，就柯洁有点失态的那么一盘这个对局啊，是，嗯，哦，我们还是回到这盘棋吧，刚才说的有点远了啊，现在是。那劫材呢？用这个当劫材是吧？打了这边哦，这不是用这个当劫材吗？打了这个之后，这下步还有一个劫材，这不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不是也是想从这个缝出来？啊，不，他可能是担心这样打完之后被一断，这全部被人家卷了。嗯啊，所以说打的这边。哎呀，无论打哪边，这个棋估计都是很惨的了。对，然后白棋粘上，黑棋踢。哎，那白棋，哎，这边劫材太多了，1、2、3、4、5、6、7，随便一数就是7、8个，啊，嗯，少说的，嗯嗯，怎么办？是不是硬？这时候又是处在两难地位了啊，两难的地步，硬也不是，不硬也不是，嗯，黑棋实战是硬了，嗯，贴起来，好不容易围的一块空啊，嗯，但是那这边怎么办呢？白棋提，嗯。黑棋这边拐出头，哦，想着算了，这个吃这四个，嗯，但是吃这四个也不够吗？这个消极了吧？没有，白棋拐了一下。哇，这丁世雄这个干嘛？何必呢？真是啊，这个丁世雄越战越勇啊。这个太过分了啊！对于这个。嗯，女棋手不能这么这个这么狠，下手这么狠，是啊，要怜香惜玉一点。对呀，得有点风度啊，真是。这。然后粘上。哦。嗯，是该啊。不是啊，就是你说他为啥不提了呢？因为他担心人家这一段，还是先手。是。一段你这一提的话，这边一冲。冲。哎，一长，我再一冲。出事了，你这一粘这扳死了，嗯，你这样这气不够啊。嗯，是，也就是说白棋这个段还是先手那黑棋这个时候如果贴呢，只能说是，贴
贴也不行。啊、我这有个词、啊，贴也不行，没有是没有。嗯、对，贴白绣度过这个，你就是这个气禁不住了，然后再吃。打吃是。真。白气不用走都死了。我还算了，我没有那么狠啊，再走一手吧啊。这也不行。嗯。也就是说，白气这个段还是先手。是，就这个劫，就算打赢了，那边损太多，也没有办法支撑。黑棋实战这个地方还是沾上了。那怪不得丁春祥走呢啊！如果看到了这个是先手，那是要走。是，这边是这样。劫在。哦，劫还在白棋手里。在白棋手里。哦，天哪！对，刚我们摆的是黑，直接消劫了，让黑多下一手棋。天哪，这个。自动把丁世雄停一招。现在我估计啊，这个即便是丁世雄停一招，他的胜率估计还超过80%了啊。嗯，因为黑棋这一招没下到什么目数啊，白棋现在劫材还有很多。是。那丁世雄在这个时候，见这个、他要不见的话，他是不是觉得这五个被吃了没有面子？嗯、啊，我们看这个还是能吃五个的。你要提我这一般。这个是乌龟不出头哈、啊。哎，对，一架吃我这一恰吃啊啊，就是仅从吃五个的角度来讲，还是可以吃五个。那现在丁志雄连五个也不给了，这块还是打劫活，但是问题是白棋这有很多的劫材。嗯，然后黑棋这个提劫。然后白棋呢是怎么打劫？白棋是冲，对，冲都是劫，是冲黑棋。那现在黑棋如果说，哎呀，黑棋劫材有利还可以，但是劫材也不打上来，那是不是消劫呢？这黑棋没有消劫，这个地方如果黑棋消劫的话、不知道怎么样。消劫，哎呀，这个主要是这块空实在是活了之后，白棋七目，嗯。白棋黑跟黑棋目数差不多，那现在这个目还怎么比呢？一十十五二十五二十这块30目，50目60目，白棋快70目了，那个就算全程空大概有25目，嗯，35，哎呦这个都不能说了，这个输很多哈，对，所以这个是，所以黑棋还只能撑住，但是这样的话这个劫无穷无尽的多呀。那他只能是接下来怎么办？这种地方来吧，打入几个看看。黑棋这边靠，哟，这个又是想不到的棋啊！这个宋荣惠怎么变成铁将了？这就是有点像我们说，有点像打铁似的啊！这个黑白棋这边太厚了，是，嗯，他可能下一步如果白棋不应，就冲完双回家，哦，连回去就。那这个，但是白棋是丁世雄，这个确实下手也是够狠的，他并没有消劫，他还是继续盯在这儿了。太过分了，还是不给你活路呀啊！你想完全不给活路，逃个尾巴是不是算了啊？对，我这有点像割地求和，不行，非得要把你这个整个全都给拿掉。嗯，让黑棋提。嗯，这个在。那就铺吧，对，铺，嗯，提，然后白棋提这个，劫材，接上，接上，那照这么说，那丁世雄肯定也不会放过了，嗯、对，但对于这个黑棋来说，我觉得通过找劫材让白这个棋形下成这样，这个至少有点头绪了，感觉至少是心情不错。我就确实是没必要，丁世雄啊，这个就直接就消劫了，给你单关跑过去，可以的。是，然后提。但是这地方劫材确实也多，嗯，冲。哦，铺的时候。啊，现在在铺呢，黑棋肯定不理了。对，黑棋不走了。因为你本来是静火，你现在就变成一个劫火了。哦，他这也不一定是劫火，他这一圆是不是还有可能进火呀？圆。哦，我们来看看吧，这个地方，反正铺的时候黑棋肯定没心情理。是，这个黑棋消劫，千辛万苦总算是把这块活出来了。然后白棋提劫，继续开这个劫。那黑棋的劫材呢？黑棋找这儿的。黑棋走了这个。哦，黑棋这个碰了，这个白棋会硬的。嗯。
下去。那现在就是这里的死活了。如果这里是结活的话，那丁世雄这步棋找劫找的就显得差点意思了。嗯，这里我们看一下，如果说白棋团的话，黑棋是不是？黑棋肯定先提。先提，哦，白棋立。立的时候。黑棋点。点，如果你吃。我是不是有这种著名的杀法？这样点，你这是后手一个眼。嗯，像这样的话，白棋可能是死了。哎、但白棋是不是可以先把这个先度过？如果是先手的话，可能不太一样。哎，白棋这个时候是该白棋下吗？那这样的时候该黑棋下。对，像黑棋提、嗯，白棋把这个先度过。嗯，这个度过是有什么妙用吗？然后我再立，虽然也没看出来你是先手，这样我可能活了，我再打吃。嗯，哦，不对，这个没有气，还是不行啊，没有气。你是想说是这样的，交换完之后，但是这样粘不上，没有气、嗯，还是不行。嗯，那这个局部还是打劫活。因为这边是后手一个眼，这边是后手一个眼，黑棋如果白棋这样下是死棋了，所以说白棋不能这样下。嗯，那这块其实脚里是打劫。那如果冲呢？嗯，冲两下呢？冲一下。这冲的我很晕呐、啊！先把气先延长。嗯，但是这样我就算是退。然后我再度过，这样我比刚才气长了、哦你。你一定要用到这个气是吗？嗯，但是这个气其实有关系吗？嗯，那我再立。嗯，我们现在就是进行学术探讨。我打吃，您打我团一、嗯、哦，不对，没有用。你看我这还是一个后手眼，你要做，你要把这个眼里这个角里的眼做出来。我一吃，你一粘，我一挤，我从这边挤。嗯，这是个看眼。是，如果你要先圆这个的话，我也不会冲的，我就一提。这两个一人一个，你还是活不了，还是活不了啊！你把这个冲了也不行，是啊、嗯。那局部还是打劫，对，那就放弃吧，放弃吧，还是打劫，打劫吧、嗯。如果是打劫的话，那丁世雄这一代的这个换个劫打肯定是亏了。对呀、啊，他这本身这两个交换呢也是稍损呐、啊。嗯，但是我觉得现在白棋的优势已经大到完全不需要计较这一点东西了啊，就是随便我外边走两手估计也可以。你比方说我就这边把这两个跑出来。嗯，也可以，啊、也是可以。这个劫在嗯，白手里黑棋走了这个劫残。嗯，这个我也可以不硬了嘛，这个脚还是大、嗯，看心情吧。嗯，高兴硬就硬。嗯，搬住了。啊、哦，他很高兴。嗯、黑棋提。嗯。哎呀，这个棋，这个两个也是损劫呀，这两个劫，因为你本来你以后要走你外边都是行，你要以后死进去都是损劫。嗯，然后白棋。找劫才冲，嗯，那这肯定得硬，对，嗯，起退，然后再提，白棋提，黑棋那边怎么找劫呢？这是个问题。那长了一个啊、哦，对，是，长一个。如果我要算是接上的话，你这以后还可以跑，嗯，啊搬，要搬的话吃，接上，冲，哎，你可以还可以一路回去啊，对，还没死。嗯，但是我想白棋也会接吧。白棋现在毕竟本钱太厚，要走的厚一点。啊，消劫了。哦，不，白棋粘上。啊、嗯，对，白粘上，然后黑棋提劫。嗯那其实我现在也很有信心把你这个吃了，这两个吃了，你这不是暴损？很损啊、嗯，很有这个心情。但是白棋也可以找劫。因为这个劫是啊，这个劫白棋冲会不会有点官子？以后全紧完气，白棋冲还有点官子吗？哎，白棋冲的时候找劫才黑棋往下立。那如果往下立，往下立，白棋这边一个气子不就活了吗？他可能是这样，他可能正常应该走这个，走这个他可能想着以后被人家。这个劫假设白棋一旦打赢之后，嘣一度过，黑棋只剩三目棋了。嗯，他想先留点目出来。啊、是。如果我要搬的话，你要走这个，我这一段是先手活了。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挤？挤。
也不要紧，嗯，你可以挤啊，那他是要立立。另一个还是好棋的，然后白棋提，就是现在劫财，白棋劫财是越走越多，是这个劫恐怕要放弃了，爬这个，爬这个，这个走的黑白棋是硬还是不硬，有点就是不知所云了，但是他这个时机掌握的很好，如果白棋这个目数没损啊，嗯，白棋可以考虑不硬，但是你现在哎，你就损了一把目，你本来这样是先手嘛，这样白棋黑棋只有四目啊。你这样一冲，你这个被立死了，十五目损了小十目棋呢，这也不能小看这个目数。嗯，所以说现在白棋现在有可能是要想着一定要打赢这个棋。白棋现在是消劫了。对，消劫了。哎，那我觉得丁世雄啊，宋荣慧啊，找回点面子啊，因为让你这个暴损了一下。你要是这样消劫的话，嗯，如果是这样消劫，那很惨。啊，把这个两个都救回来了，是。现在你这哎，冲了一下，损了一下，我找回来面子，十五目，刚才只有四目，损了接近十目，这一冲。嗯。然后宋辉这个地方顶完一段，啊，已经顶了，不是一般了啊，是顶完一段啊，这个是能多狠就多狠，就尽量把这个局面搅到。越乱越好。对，如果这样翻的话，这个白棋看得很清楚啊，白棋就粘上算了。先生啊，嗯，这个应该是不能成立吧？这个感觉上啊，对局部来说，其实如果说正常，白棋就打完粘上就行，是吧？比方白棋打这个，这个长，粘上，这黑棋怎么办？你得紧住气啊，你不紧气是更不够了。嗯，白棋冲，白棋冲，这我只能退，这你只能退，搬，挡一下。哎，这是个杀气。投一个，投，点。你搬不过去，你也搬也搬不过去。是，就算你使个手筋吧，就算你使个手筋，也回不去，也回不去。对，这个要长的话，嗯，就长我就断。哎，这啊，倒扑。倒扑啊，这形成倒扑了。这个黑棋杀气杀不赢。嗯。那你丁世雄这么黑心肠的人，他肯定会打出来了吧？没有哦，没有。那他是最后阶段又开始啊，当好人了，手软了、啊。可能这么打出来，打出来，哦，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啊，我估计他也是，就是哎呀，快要赢了，这个开始。下简明一点吧、啊。他是粘了这个，把这个粘上了。这个可真厚呀！那这不粘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活了就行了，那是这样的吗？嗯，现在看起来白棋黑棋这一长的话，黑棋这一块空也蛮大的。嗯，我们这个宋荣慧找回不少面子呢、嗯、我们是不是得给他数数空啊。嗯嗯，看看啊，我们数一数吧。好，一十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七二八二九三十目，三十一这个地方大概有十五目吧，四十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十三，这给你算两目吧，黑棋白棋五十五目总是有的啊，但是我们得注意啊，这五十五目是没算这个后位。那黑棋呢？一是十四目，十七、十八、十九，这个有二十目棋，有、嗯、那黑棋空也不少啊。嗯，这个挺大的。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二十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五三一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五四十六。如果要全围起来，大概有四十五目以上，六十五目。哎呀，这记性不好。刚才白棋多少来？白棋五十五，黑棋六十五目。那这个优势不是很小吗？但是我们得记得，这白棋这个后势啊，是一目都没算。嗯，那白棋优势并不大呀。这样下是至少黑棋这个地方可以继续下，没有就下成这样。如果说黑棋再投降的话，已经不丢人了。像之前那种局面，任何时候输了都是输的有点惨的。对，就是那个形势上悬殊太大哈。对对对，这个丁世雄啊，这个到最后关头突然之间就有点怜香惜玉了啊。那、嗯、这个宋荣慧应该越战越勇了。嗯，这个地方他搬这个搬回去。哎，这个应该不便宜吧？嗯，这个长的价值不会比搬小的，是因为这个地方它有点怪味儿啊、嗯。这个不走，他不担心人家出动了。这个长还尖尖。他是不是担心这个地方如果说长的话？我猜丁世雄这个粘他是啊，这里有棋。嗯，搬会不会有棋？
因为那搬这个也算联络。这里要有棋厉害了。如果说黑棋，如果我挡的话，挡白棋就粘上这个地方，能反冲回来。我都没注意到他还瞄着，哎，真有哎。嗯，你看我要一接这个的话，然后这一冲，一冲冲回来了。哦，那是棋是先手的意思是吧？对。那我们看看你搬这个，我有没有别的办法？我如果要断这个，白棋就往回退，你就往回退。退。我如果接这个，就一挡。哦。嗯，白棋如果黑棋如果走下面，白就把这个断了。那是。好，那这地方有一般的厉害手段。是。黑棋如果黑棋挤的话，白棋是不是也能？哎，也能粘上。怪不得丁世雄突然之间，嗯，并没有手软，并没有手软，这一实际上有更大的阴谋。对呀，你要粘这个的话，它这一断。你尖这一拐吃，这还是有棋喽，会出劫。嗯，你走一走，你一粘我就双活了。你一走，你一走，你一走，会出缓一细劫。嗯，那有棋用。是。哎，他还瞄着这个呢，怪不得呢，他这个一强硬了大半盘，怎么突然间手软？原来是还有后招。嗯，所以宋荣会搬这个，他是否也是为了兼顾这个？首先我先度过嘛，万一将来这杀起来呢？啊，这个是吧？但是防住了没有啊，嗯？这个地方，我总觉得这个心里边很大小鼓啊。嗯，这个一搬很厉害啊，这个一搬。实战反正白棋是动手了，就还是搬了这个。哦，还是搬进来了。还是搬进来了。嗯，那这个哦，那不行，因为我不能补啊。我要补一个的话，不行。对，黑棋这个时候再补的话，白棋就直接真来。那就这个胜算就更大了。我们说能输得体面一点的是建立在这里边都没有棋的情况下。嗯啊，这里边有棋呢还是不行的。嗯，那我们欣赏一下，看看丁白棋这里有什么手段。白棋搬这个啊，还是搬这个。嗯，然后黑棋挤。啊，他现在还是不能走这个啊，走这个他那个搬就帮不上忙了。这一粘，你一粘的一冲，帮不上忙了。是，这将来还能连搬下来。嗯，没连回来，其实际上。挤，白棋粘上，白棋冲，冲哪？白棋冲这个。哎呦，这是个什么情况？他这个不能粘吗？冲这个黑棋可以断一个算了。嗯，然后是不是他这个把这个断了？哦，他就是把这个割下来。他觉得已经也很美了，先手啊，这你还得粘。你粘完以后，这里是不是还有点受气？是，嗯，那黑棋还能怎么办呢？我更担心的是，他不冲这个，我更担心的是他粘这个是什么情况？嗯，粘这个，如果说粘肯定不行哈，粘就被一反冲，这个粘都感觉瞬间结束了。是，那我只能还是粘这个。你走这个，如果说我走这个的话，打吃。接上的话，冲，你冲这个，嗯，我吃，然后提，你提，我挡，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哦，这样是白棋死了，那这一人四气该黑下，嗯，啊，那就是说你粘这的时候，白棋不能跟这边杀棋，白棋是什么情况呢？像我们刚才你粘这个，我冲这个不行，断一个有个缓一气节，好。那我断这个呢？对呀，粘。如果说你冲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这个我提，你吃是缓一气节，这是缓一气节。但黑棋这个时候如果拖呢？我拖在一路上，这是连环节。如果说。我拖一个，嗯，然后我吃粘上，再粘，这个是连环节吗？我提，我打，你吃，哎，说的太好了啊！这样是白棋死了，嗯啊，你提这个，我提这个，一人连环节，对，啊，如果你要粘上的话，这一挤，黑棋死了，嗯，哦，那这里头等于是没有棋，所以说丁志雄的计算也很了得呀，啊，他这个在30秒之内就算清楚了，嗯，所以说他这个。就是没有敢下注最狠的哎，等于他没有粘这个。如果粘这个被粘上这个，这里是黑棋可以用连环节吃白。嗯，所以他就冲到这个冲这个，然后
粘上啊，那一样的，那就是还是断这个是先手。对，然后白棋接着冲啊，接着冲，黑棋断，然后白棋打打上面，等于是占了一点外围的便宜，接住粘上。其实这也不好说，这一点了，哇，刚才我们这本来是给判断型的时候是一目也没点呢，现在一下就多出来十五目棋。嗯，但是呢十五目还得扣出白棋这个，我觉得也仍然可以那个算得上是体面的，可以输掉了这盘棋啊，就是黑棋啊，现在应该是说可以说是输得挺体面的，没有出现什么惨不忍睹的这个状况了啊，就还是可以收数的。嗯，对对对，你看黑棋至少是黑棋，我们一数也有个七十多目棋呢。嗯啊，这一场之后，嗯，白棋估计最后也弄个七十几目棋吧。黑棋实战是大跳，大跳在这个位置上。哦，这步棋，我的感觉是老师要这个地方尝一手啊，他这个大跳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因为现在这个白棋优势说不像是之前了，那么有一阵子停一手都不要紧啊，现在不能出现太大的失误了啊。嗯，是这个大跳是不是感觉有点薄，这个形状要白棋连扳。哎啊，连扳这个，嗯，连扳这个棋，我总觉得这个为什么没有人抢这步棋呢？这步棋不是很大吗？他呢？粘上。那这总是便宜的。要是我的话，我可不肯啊。这个时候，这时候要我下的话，我可能会打这个。我尝这个。尝这个。嗯。这地方给你打拔，你打拔是先手啊。我侯在这儿，一二三四，大概差六目棋。啊，也就是说我这个我这个子值不值六目，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嗯，简单一数就两目，再加上这个子的作用，我觉得价值不在六目，不值六目。而且这个长了之后，你这边可能你比方说你要再这样进来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方便了，你有被我吃掉的这个担心。这地方还可以有搬一搬的这个借用，这个不想跟着硬啊，这个粘上是有点难过，这个被人占便宜了，被便宜了，哎，被便宜了。主要这一代白棋借用很多，这一代是关键。如果黑棋能把这块空很好的守住，这也不小啊。这个你看，这一数就是三十目、三十五目、四十目，这一数也就五十目棋了，六十五也七十好几。七十，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这个是多少来的？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九、三十三、三三十六、四十。五十五十五七，白棋不算。如果说白棋后是一目不围的话，黑棋还是形势可以的。如果中间不算目是吧？对对对对。五十七，那中间如果说白棋为十五目棋，还是白棋赢。对，但是你围空的时候，黑棋是不是也可以掌目？哎，跟着你整点呢。嗯。但是这样一走，我就担心要出事了。啊，这个白棋这地方有很多借用的话，这里边有点薄。你比方说这样一穿，我就。觉得黑棋就头大，是白棋实战就来了，穿在这儿，这然后怎么办呢？接下来又一靠，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步棋，要不然他如果要这边打算硬的话，他这步棋是不是应该走得稳一点啊？对，这样这个结构是比较安全的啊。你比方说，如果这样的话，这是符合他的这个连贯的思路。如果这样。围空的话是什么情况？是，但感觉中间白棋可不只是五目这么围。对，但是我是不是也能多点？嗯，我如果空也能围点，是不是还是？现在这当然跟胜负是没关系了，我们就是想着是能不能输得体面点。嗯，这样估计可以输得体面一点。嗯，这个时候如果被人一穿，这个子如果被割下来，又会大败了。嗯，又不太体面了。嗯，对，这个子，因为白棋这中间太厚了。嗯啊，这个中间一旦被断开，就是有去无回啊。是，然后这个贴。嗯，是啊，这一靠，已经看不出怎么联络了。嗯，这黑棋，哎，
这个地方能煎吗？你搬我就接上。嗯，对，因为这样的话感觉已经连不上了，煎一个能撑住吗？煎一个就在这儿，这就是这边的问题啊，就是说了这个事儿啊。嗯，你这边的人要有这个打吃啊，就味道太坏了，你已经不敢再冲了，不敢走了啊，你只有这个缩回去了。哎，就好像挡也挡不住。对呀，你挡白就长单长。是啊，你这个挡，我这个先手一冲就已经漏。嗯啊，这些如果顶的话，哦，顶的话你已经亏了，等于是顶的话，而且这里头我老觉得这里有一跳，这里头，这地方，你比方说你要尖的话，我这一跳，是，嗯，我本来就想跳，嗯，这一跳，我们前面这有位摆过一个图啊，就白棋这期黑棋只能粘，要么被冲回来了，啊、这边一尖，嗯，然后再一飞，这边一飞。挡就一虎。哎，这个形状是活形。嗯，你要去点的话，这里边是什么？头都，这你这个没有这个头太大了，这里头啊、嗯，想要吃白很难。是，嗯，当然你要说从这个，你形势不好的角度，你是也可以考虑，就这样来吧，你来活吧。嗯，活了我就认输，活不了还能逆转是吧？是啊。他你这样这个不是被断得很明显吗？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一下没点着，这下能点着啊，这一下早先交换一下就也会好很多啊。这样他这一退，嗯，你断的时候，哎，我这一打，我可以接住，哎，就是这个点倒很关键。嗯，但你这个没点着啊，没点着怎么办呢？如果你要也这样下的话，你这显然是来不及了，你这个再点，人家肯定会贴了。他这个时候黑棋现在点了一下，现在点那我肯定不给你粘上来啊，我现在又可以考虑给你打劫了，搬呢？嗯，这个地方没有搬，黑棋是直接点啊，然后白棋虎啊，白棋虎在这儿，然后黑棋就是点不着，尴尬。但早知道他是不是走这个之前可以考虑先点一下。嗯，先是个硬手。哎，对对，那个时候白棋大概率还是会粘。对，这个你比方这个不走，你现在点，那白棋这张自己走也无趣、啊。对，白棋如果这个升，毕竟可以冲出来。嗯，如果走完之后，哎，你像是再走这个也会好的好很多。当然他没有想到那么多了，哪想到这个，后来会发生这个事情。是。现在再点，这边一虎。那现在再吃已经伤不到白棋的这个皮毛了、嗯、伤不到根本了。吃白棋就外面就跳一个就可以了。嗯。对，我们刚才判断的这里白棋只要围15目棋就白棋肯定能赢、嗯、这个一围起来对感觉至少20目都打不住了。嗯。那么黑棋实战是这边冲。啊，这是。冲在这儿。这也没有意义哦，人家或挡或不挡都可以的。嗯，然后白棋跳，白棋还是跳，跳这个啊，跳对这个，他再吃再双，嗯，一样，白棋吃再双，这个劫白棋可以让，嗯，你提我就粘上，嗯，然后白棋提啊，黑棋提，嗯，白着急踩啊，这是要点啊，这被靠一下怎么不舒服？嗯。黑棋难受啊，退。这个退这脚里吃掉了吗？这感觉上脚里头有点虚哈，味道很坏啊。你看我这扳是先手，你只能打，这打吃先手，我这个打吃接上，这个味道也是很坏的。力哎，你力好像，你力我挡。这棋如果说不点的话，背一虎就是打接活了。哎、你只能点这一挤，这里头味道就只能挡住。那这一断，这味道太坏了。那这估计要出棋了。这个挡还是先手。嗯、这个这一跳。嗯，对对，就要出棋了。嗯，这里本身味道很坏，所以退到这儿恐怕是无理的。嗯。但是他被靠的也很难受，嗯，因为你不退到这儿，你走到哪儿呢？这个棋形，所以说这长一个还是有必要的。嗯，你不退到这儿，这棋顶住啊，顶住人家就讲了，一般味道也不好。是，一般你吃这个，
这人一顶吃，这地方就产生冲出来的可能性。嗯，所以这种棋就是被拖一下，往往都不舒服、不愉快。啊，如果说你要退，白棋又产生无数的劫财，那你这个劫也打不赢了。嗯，进去了。是，而是局部只白直接出棋好像也行。嗯，局部就是你就已经就很看不清了，局部白棋可能都会有手段，但是白棋肯定会先提劫，不提白不提。吉利这个，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两枚劫财。好提，这白棋非常舒服啊，一边找劫财一边出棋。是啊，那又是一个光费理由。嗯，就没棋也不要紧，有棋就没法看啊。这只能硬，这个脚太大了。硬，踢、哦、这还有最后一枚劫财，找了吗？没有，黑棋搬的这个。哦，搬的这个。嗯，这黑棋白棋肯定是有劫就硬的、嗯，白棋会断吃。白棋断吃。嗯。这也不能长，你长被人从这儿吃过来了。踢劫。黑棋踢劫。嗯。白棋。嗯，当初的结果，白棋呢只有在上面找劫，大吃，这也都是没办法，只能硬。白棋提劫，这个时候提劫。那现在黑棋他俩也不肯走这个、嗯，因为走这个可能会这地方差一点点，那也顾不上了，这个劫也不能输哟。嗯，这棋是打的这个。哎呀。宋文慧他这么喜欢被人家拔花吗、嗯、这种劫一般不愿意找啊，不愿意找这个被人家拔花就拔得很干净。对呀、啊、这我们当初说为十五目、嗯、那我们现在这地方走一手都有多少目了，一十十五三十多至少都有三十五目。是啊，那这个劫已经就不重要了、嗯、这劫的变了。对，这胜负其实这时候已定了啊，对，这盘棋胜负恐怕是很早就定下来了，很早就定下来了。这个就是一直在寻求一个比较体面的这个死法是吧？输法，哎，是的。然后黑棋这个时候继续提劫。嗯，这两步棋找的也是，等于是本来这个劫呢还有点价值。嗯。现在这两个劫才找完之后，这个劫已经变成鸡肋了啊！白棋已经完全无所谓了，白棋、嗯。现在我们又进入了停一手，看看是不是能赢还在的这个。就白棋其实现在就把这个围上，肯定也赢了。把这个角补好了，这个角是最有可能出现变数的，二路尖一个就足够了。哦，白棋这个时候还施展手心拖。哎呦，这个这真是啊，人家拖一个确实是个手机啊。你看，你如果要虎的话，我这一接，嗯。黑棋这个时候只能团，圆这一虎就是结果了呀。对，如果你要走这个，我一吃是不是还有希望跑出来？出去了，这棋如果粘的话，我们看看。一拐，拐。哎，你这个头还是软的。嗯。这再一拐，这跑出来了，你看，这不仅仅是跑，这跑到你的空里去了，这个啊，这还是出大事了，不是小事。嗯，这黑棋自身死活还是个问题。是啊，这个、嗯、那这个拖一个还是好棋呢，你等于是虎也虎不得，是吃也吃不得，你是不是只能走这个？嗯，只能吃。只能吃这个。能吃这个。但是只能吃这个，这里边味道就不好了。嗯嗯，作为白棋是等于是白来的。对，所以白棋这个时候也没有提劫了，这个地方可能觉得是不是可以出棋了，继续挡了这里。嗯，拖一下，然后挡。嗯，是啊，你这都是挡。挡你不能虎这个呀，虎这个一虎，这又是劫。又是打劫。你走这个的话，这多了一个打吃的先手，嗯、他还可以先接。嗯啊，挡。哎，这多了一个打吃的先手，这块棋我再多一个虎的先手，这已经是结果了。最简单的，也不用说这个。嗯、就黑棋如果点。哎，你走这个。然后打上面。你打上面，我这一坐。坐眼。这已经是结果了。嗯，本身就可以说已经出棋了啊，那丁世雄这一拖是好棋，啊、嗯，哇，这个是守了半天的这块空还是没守住啊，嗯嗯，这里味道一直很差，一直其实就是王老师特别
强调说这个地方早就该尝、哎、这个尝一个那地方才能有勇气去杀别人、嗯、要不然这个人家来随便弄一弄你恐怕都很难对付。嗯，你像这样这个图就已经出奇了。嗯，那白棋问题是黑棋还没有办法抵抗，黑棋只都是命令型。嗯，你等于是人家一爬你只能吃啊，这不吃一虎就活了。嗯、黑棋是打在这儿。哦，真顽强。那实际上是一样的。真顽强，但是确实是好一点点。嗯，他这个打这个还是有道理的。你比方说我们要再下成刚才那个样子，他就你要还想就是。简单的活棋已经做不到了，你比方说像这个棋，嗯，点完之后，它可以点在这儿，对，人家就有这种点杀的可能性了，你就是不会是让你一点就活了啊。对，因为刚才一站完之后，这个扳是先手啊，对对对，所以，但是人家白棋问题是也完全又不是靠不用这个啊，白棋这个出棋都是属于是白玩的。可以开高兴就提个白棋吃了一下、啊、然后跳哦，那还是下狠手吧、啊、这个棋吃不掉、哦、对，像我们之前说这个地方本身就有这样的手段，所以这多了三个这个接应啊，那更是很难、嗯、哦，这些黑棋打吃还在顽强，这也是快棋啊我估计要是慢棋的话是可能是早就投降，因为快棋嘛这个大家都有可能犯错误，所以说才一直这样坚持啊、嗯、但是没有意义了，这两下交换白棋就便宜很多，因为产生了这个打吃的这个冲断的官子啊，嗯，让白棋冲啊、嗯、这本身估计黑棋就扛不住这个棋，就是本身这三个跟这两个黑棋杀气就扛不住，还不论这边是不是还有冲出来的余地、嗯、这个黑棋估计是无法继续了，这个棋黑棋冲断，然后白棋断，这样应该进入那个投降倒计时了啊、嗯、然后打啊，白棋断，嗯，对，这个黑棋这个气还很紧呐、啊嗯，没有这个字，这两个形状看起来是相当的，但是也多了一个阎君。嗯，就其实这个地方，就算白棋死了，下一个收气吃，对，也是白棋赢了。关键就是这样子的。那边还有个劫呢。啊，这个劫我也不算了，都看不到了、啊，什么都不要了，我就是给你数空，你也数不过我、嗯、啊。是。然后黑棋这个地方立，不会了，这个现在丁志雄进入一种完全不会的状态、嗯、对，立在这儿对于局部来说一个是最顽强的对杀的一个紧急手段了，对对对、嗯、我要是丁志雄我走哪儿呢提个结、我提个结吧让你来吃，我实在是不想给你在上边再上你了。嗯，然后白棋是打吃，打了这个啊、哦，打吃这个、嗯，那就是想打两下外边走点便宜喽、嗯，或者没有他是打完之后打下面，这个有必要吗？这个、啊、这个丁志雄同志有必要吗？就是仗着自己劫财多，嗯，他还非得要去跟黑棋这个杀气，嗯嗯，这个黑棋也没脾气啊，因为一旦被提过来，眼型就差不多了，嗯、你还只能粘上，没劫财，是，其实这个都不是劫了，现在你粘上白棋一倒虎，白棋气确实是长，嗯，这个白棋黑棋实战是点，哦，点没有用啊，点人家提劫呢，嗯，然后白棋是。嗯，这个白棋是提劫，白棋提劫。嗯，现在这真是非常凄凉，找不着劫财。你要接上的话，这一挡，这局部本身白棋都快活了，是至少是大劫。嗯，实战是就粘上了，粘上了。啊、白棋挡，白棋挡，黑棋只能断。嗯哦，这个地方你看还非常的尴尬呢，你断，人家接住，你提的时候人家其实打不过你，还可以接上。是，就如果接黑棋打、嗯、这个将来杀气的话，对，
应该黑棋是那白棋有眼啊，黑棋棋也不多、啊哦，应该会形成一个有眼杀无眼、嗯。对，白棋现在肯定不会接上，白棋肯定要找、对，白棋找劫财，白棋兼这个找劫财，啊，兼了这个，白棋劫财确实也不多了，但是人家这个劫是属于是无忧劫呀，是白来的。嗯，兼这个，然后黑棋挤。哦呦，这个太顽强了！这个挤是什么意思？这个挤是什么意思？我也看不懂了，这乱来了，这，这我白棋就吃啊。嗯嗯，这个宋荣惠，他可能非常顽强、啊，但是这个没有意义啊，这个我吃。嗯，你只能接、啊。对，我在接上这个慢两气了。现在你黑棋提一个、我脱先，还是黑棋不够气、对，这个地方黑棋提白棋可以停一手，停一手，这回真是可以停一手了。是，停一手，然后你这个还是气不够。嗯，我走。嗯，你打，我打，你收，我收，你气还是不够，有点尴尬，有点尴尬，这个。本来我觉得已经可以比较体面的这个收场了，这一下子现在又不体面了。现在你再提都是后手了，这估计得投降了。嗯，下到这儿的时候投降了啊，没有再没有再搬一个再玩家一下。哦，那这个棋确实是已经也继续不下去了。主要是你就算吃了，人家也不够，也不够。嗯，何况还差两手，嗯，有点惨败啊、这也是这个体现出这个女棋手啊跟男棋手之间的差距了啊。这个男棋手跟男棋手一般是下不出这样的局面的。但我觉得女棋手的棋啊，即使是。水平相当的两个女棋手下棋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一杀的话就可能有些时候招法有点凌乱，就是收不住，对，收不住，完之后就算他平时成绩差不多的、水平相当、但也会出现这种局面，哇，真的是比较崩溃的形状。嗯，这可能也是这女棋手的一个风格吧。啊，可能有些时候会没有理性，是吧？是跟着感觉走，是那个契合上来了，是不管不顾杀。是这盘棋也是一个比较，比较典型的例证啊。这个棋，这直线的去，开始就这样杀对方，这个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所以宋荣惠主要是这个局部没有处理好啊，一上来的这一带花了很多手棋。其实宋荣惠今天这个，我看他哪个局部也没处理好啊，啊，哪个局部处理的都很有问题，所以才会这么惨啊。他应该还是状态不好吧？状态不太好。他实际上的实力和丁世雄的差距应该没这么大。是。万琪没有发挥出他的这个水平。主要就是还是这一代，这一代下完之后。可能这盘棋就已经是可能输掉了，对，就没有什么回转的余地了。我们把这盘棋的这个最关键的一个胜负处再给大家摆摆，还有这么一点时间。好，这是宋荣惠的黑棋，先挂了一下哈、AI 时代都是觉得先挂都是便宜的。然后加这个，对，我们说这个地方，这边在这边有子的情况下，这个可以考虑这样尖顶完之后再攻击。加，但是这边要是白棋的子的时候呢，这样尖顶完攻击就显得有点无理了。单加还是一个比较普通的选择吧。对，收脚。收脚。这上边这个形状，这是很好的一手棋。这步效率可能是稍微有点问题啊。这个将来人家活出来之后，这个效率不高。这是好点，是这步棋的后续手段。飞针，尖冲，看来这盘棋丁世雄的胜招啊，因为这个尖冲导致了这个宋荣惠拼命的想围着外控，却又围得很尴尬啊。那这也是印证了这个尖冲无恶手啊，在 AI 时代可以说尖冲无恶手啊。就对于黑棋来说，
爬哪边白都是跳的哈，所以都是跳。哎，就是咱们建议咱们企业可以尝试用这个一下啊。嗯，我们都给大家这个假设出来一种场景。哎，你先坚持一下不走，然后在那在别的地方跟对方杀，杀着杀着出现争子，你就会发现，哟，这引上争了。是，哎，感觉很好。嗯，这个挖，这个我们从这步挖开始，可能哎，就是这盘棋松茸会失败的起点吧。但是可能是不是先走这个哎比较好一点哎，这样哎这样之后再挖。把这个走中了，如果说白棋不长，那你也就不去撞这几下啊，这可能是比较合理的下法。你要长我再挖，把白棋走中，是啊，免得自己后来是围小了也不肯，围大了又担心啊。这个挖可能是起因。嗯，然后粘上啊，就非很轻灵啊，是粘呢可能会略微有点沉重啊。但如果白棋粘的话，嗯，可能也体现不出来这手棋的这个。所以说这盯着人下得好，他引诱你，哎，引诱你犯错误，哎，你来一贴，你想吃我这个吗？其实我这个都是可期可取，对，实际这三个子非常的轻灵。那这盘棋盯着性我觉得下的最有妙味的就是这步棋啊，下不着。你看像我的话，我可能就直接来活了，活棋，哎，活了我就很满意了啊，我已经乐呵呵了。但实际上你这时候如果真来活的话，那可能宋荣慧也能接受，因为他这边给你活了之后，他哎他可以再攻击你这一块，他还能找回点面子啊。哎，你先不来火啊，我先把这边最大的地方占住，然后你黑棋就面临选择了，你怎么围这个空呢？如果你要围的大，我呢去活个角；如果你要围的小，我就外面起跳，上面走一走。这两种黑棋都不愉快啊，围的大了你被人家活个角，你效率也就问题；围的小被人家外面起跳也有问题。所以这个丁世雄现在这个不着急，哎，不动，然后。你反倒非常尴尬，是。然后黑棋，哎，这个后来这个，宋荣慧还是选择了围的大啊。这其实这可能这是一个陷阱，哎，一个陷阱。指不定这时候呢，他这种局面，他可能还是应该，比方说，哎，抢这个丁世雄实战抢到的这个好点，去冷静一下。哎，你不动我也不动，对，你这个保持这个局面本来的这个流势不变。走完这个之后，将来这个打入其实也很严厉。哎，对呀，这边你以后哎这样还可以来啊，还可以来。这步棋显然是中计了啊，丁世雄这个哎，这步棋是非常好的一步棋啊，这使得这个黑棋这三个子的这个形状非常的奇怪。然后宋荣慧为了小哎补强这个，好，白棋飞，哎，这个已经构成一个好形了，而且还间接的使这个点角更有活力。哎，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可以说是白棋打开局面了，这个棋啊，接下来这个时候是走这个。就宋荣慧，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就补一手算了。我觉得他这个时候就冷静一下，还是得补这个啊，好歹。就算给你活个脚，你能活吧？好歹还可以保证一定的。是，然后再走这个，其实手术上是一样的。对，他先走这个，这步也是一等一的大场啊，连片啊。这个时候他其实也还是仍然应该。再走这个看着很大，但是现在白棋已经把该走的都已经走到了，然后再来一活，这个就是黑棋无法承受的这个损失了啊。这步棋应该是这个孙荣辉，这盘棋最后的败招了啊，应该还是应该在这边走。这个一飞确实是很不好杀了啊！你这个我们当时说了，你要走这个的话，这要爬一个，这一飞这本身就是活形了啊，而且还活得还很大啊，这个就是很勉强了啊，这个看起来就恐怕是不太行的了样子啊。是，然后。这感觉之后的下法，宋慧这个步调就越来越乱了。对，这个杀成这样之后，突然发现给人家这一尖是好棋啊，突然发现这个吃跟着飞，他已经见合了啊，是已经这个一块空已经一没有了啊，一干二净。这个时候的棋就已经非常非常难下了。所以这手棋。还是像王老师说的，可能就这盘棋的败招。对对，这是的。当然后来这个棋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这也是一个经验吧，就是你当你能不被对手一手棋给棋干净的时候，还是要多跑一个啊。对，
多跑一个再死也比对手要被对手一手踢干净的要好得多，就是这个手，这手这当然应该是先接上粘上，你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啊，无论再怎么死得惨，这都应该接上再说。但是宋荣会走这个这一题，这盘棋已经可以说是结束了，输不出去了，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只能是怎么样体面的输棋的缘故了。这样一接呢，或许还有那么一点机会啊。是，总的来说，这盘的宋如慧不发挥，可能由于他上学的关系，对棋是比较生疏的。对，是的，所以这盘棋输的可能包括到后面的时候输的也是比较惨。那好，王老师，咱们今天这盘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下次再见。好。